Hello，各位温哥华华语电影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Katrina Chen，卑诗省神务厅长跟 Burnaby Lougheed 的审议员。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在线上送上我深深的祝福给所有电影节的朋友们。虽然今年非常的可惜，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无法当面的共享盛举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那没有办法见到大家，但是还是要线上深深的祝福，祝大家活动愉快。然后最重要的呢，要代表我们的省政府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所有的义工朋友们跟我们所有的参赛者们，谢谢你对文化艺术交流跟我们本地社区所有的付出，感谢，祝大家活动愉快。